走出日本的伊豆长冈站，田间的小路散个步，沿途就有许多温泉饭店在招手，小而精致，铁道与温泉的组合也让人想到国内的宜兰礁溪。因此台铁的礁溪站就和日本西武集团的伊豆香根铁道伊豆长冈站结为姐妹站。这两个车站都是因为富有天然的温泉而著名，那也这个车站是当地观光的一个枢纽的车站。缔结仪式热闹展开，看准台日观光热潮，期盼疫情退烧之后能第一步让游客到访，也希望在这段无法踏出门旅游的日子能够维持住观光热度。礁溪抹茶山秘境被日籍摄影师小林贤吾透过镜头让更多台湾人探访，也在日本爆红，成为梦想景点之一。透过姐妹站缔结，也让彼此更靠近。多贺大社的万灯祭每年都要连办三天，相当热闹。这里的多贺大社前站也和台北万华站结为姐妹车站，让相似的祭典与庙会文化更为推广。